琴桥，微调器，拉弦板，微钮，还有塞子功能。琴身为木质结构，以漆木和云杉为原料，配合制造的音色渐变。琴弦一般为金属制，琴中有马尾制造。为什么选这个？因为小提琴携带方便，而且可以顺便练习老师小提琴老师教我的曲子。制作时遇到的困难，第一个是没有时间练习，和有时候会解决方法是帮自己安排一张行程表。第二个是不会做检查，解决方法询问师长。第三个，琴头太低和都会歪掉。解决方法，站在镜子前面练习。要先把老师教会好吗？好恐怖啊！是吧？